新型立式离心颗粒机。新一代立式环膜颗粒机是山东宇冠机械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，目前国内最新型生物质燃料颗粒机，具有动力输出强、稳定性高、维护成本低等优点。适用于杂木、松木、杨木、叶木、桉木、稻壳、花生壳、农作物秸秆等物料的压制。新型立式离心颗粒机七大优点：一、电机与主轴平行立式安装，降低传动过程中能耗损失，输出动力更强，效能转化更高。二、减速箱采用自主研发三级传动大齿轮，模数增大，齿轮强度增加，承载动力更足更稳定，令啮合性好，传动平稳，震动小，噪声小，比传动减速箱寿命增加8至10倍。三、减速箱壳体采用铸造，具有刚性好、散热好、热变形低、稳定高等优点，杜绝了焊接壳体受热易变性、稳定性差的弊端。四、轴承式设计结构缩小，整体结构更加紧凑，保证轴承式、压制式的整体稳定性，保证了设备同心度，降低设备故障率。五、压滚采用自主研发新式无锁母封闭式压滚，压滚密闭性更好，降低了油耗，延长压滚轴承使用寿命，降本增效。六、模具采用不锈钢整体渗碳模具，耐磨性高，稳定性强，出料面积增加，提高了产能，降低成本。七、减速箱跟主轴轴承式采用循环密闭式工业齿轮油润滑，使润滑效果更突出，减少了传统油脂润滑的费用开支，外加循环水冷油温散热装置，降低了减速箱内油温，保护轴承。